你在等什么？上啊！安静，痛快，豪猪快！吕布，来接我一招！我懂了，这种感觉，还是在肆无忘我，无所顾忌，仿佛自己已是天下无敌，只是徒有一刹那的背叛，却失去了临阵必须的冷静。 文丑大人，他终于下决心了。文丑，这次要让多少招？我们有三个人，请让30招。文丑大人，这……好好感受吧。吕布的恐怖不仅仅在于他的武力。吕布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